今天安排的啥东西？这个叫龙葵果。我花多少钱啊？这三包花了100。这不就是农村的厕所后院长的黑猩猩吗？你这叫100多？这叫龙葵果，三包花了150。有没有老铁吃过这个东西？来，我洗洗。哎，洗好了。你们那个地方叫啥？我们小时候就管它叫黑猩猩。物以稀为贵，老妹儿。现在你再上你家厕所后边找找，你看还能不能找着这玩意儿？哎呦我天！一个味儿，100来块，正好有大病。我给老铁们踩踩坑吧。你们那个地方叫什么？还龙葵果。小时候吃没吃过，老铁们？评论在视频下方啊。我发现你脑瓜子越来越大了，小哥。适合狗穿。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我想吃下期。